咁熱，但又要出街玩，點可以冇把手提小風扇啊？但市面上出咗咁多新款，究竟邊款先係最好呢？试过咁多款风扇，我都系觉得呢一把最好。你冇睇佢滴滴色色咁啊，佢嘅风力可以媲美到最原始嗰款芭蕉扇，同埋因为佢体积够细，放落袋都好方便噶。